我靠！欢迎，这里是廉价郎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带来《与你在一起》，这是一款普遍级的 VR 女友。也许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不是另外一款 VR 女友呢？因为有人不让我买。电视好无聊哦。你哪位？来玩点什么吧。来玩飞镖吧。来陪我玩吧。吓死谁呀你？你怎么都不射啊？你的用语有点猥亵啊，小姐。你怎么都不射啊？啊，我，赶快啊！哦，我来。好可惜哟、哦！这什么鬼判定呢、啊？有了！你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啊？那叫技术，小姐。我的，我去啊！真的假的？超强的耶！我，换我了。他飞镖根本就不受我控制嘛！我能干扰他吗？看不见，遮住你。好讨厌呢！根本就有透视眼嘛！Come on，快啊，快啊！哈哈，怎么会这样？技术问题呀！你站太近射了，什么？讲的我作弊一样，好，再来，怕你哦。耶！我赢定了。那什么，什么鬼判定？我，是那边啦。我故意的啦，怎么样？哇，你好厉害哦！废话，靠，根本就没嘛。我了，快判定超诡异的，人肉阻挡。我赢定了！我盖火锅！我靠，有点可怕。你输定了。最好是这样子，射得到四分。我靠！你输定了。我靠，他射红心呢？你胸部也弹得太夸张了吧，小姐？我接。你输定了。我靠！不能对你比中指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实力。我要走了。还有呢、再玩一次嘛，不会 end 啊。Honey， 我回来了。Honey，Honey。安娜又推荐我新的游戏，她说这是克伦自己开发的。是客人还是客轮？要一起玩玩看吗？台湾国语哦，客轮有啊。以前他消失了。游戏都很恐怖，希望这次不会。我觉得你比较恐怖啊。我看得到你，像电子人电子人是什么鬼？好酷哦！啊，双枪啊！我打你，我打你！我靠，为什么他还有炮台？这什么作弊程式啊？哇，什么东西？靠，他有炮台又有陷阱，
换，你在哪？他也太多，我靠！要消失了 ！What the fuck！ 呜呜呜！啊！啊！我靠！他会瞬移，又有陷阱，又有炮台，怎样？还会召唤怪哦！我靠，他也真的召唤怪，召唤东西出来了，什么鬼啊？靠！什么东西？我的，这不是恋爱游戏吗？恋爱游戏怎么有这么多鬼东西啊？坑就你射不坏啊？好坏了！绿茶婊又跑下去了，绿茶婊，出来啊！绿茶，在哪？在哪？靠，还有召唤呢？会不会太夸张啊？靠，他每回都有线，都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用，是怎样？啊！那又是什么鬼？那是什么鬼？哇，你的手好酸啊！这什么鬼恋爱游戏？啊！对！笑屁呀！靠，光打他这些东西就来不及了。哦，有大台电风过来。哦，原来我这种东西可以用啊！哈哈。我不甘心了，我还要再玩一遍。谁鸟你呀、啊？而且全部跳的超奇怪的。再见。我知道了。我还可以离开座位哦。我不吃，挑什么食啊？我翻桌哦。我不要，我叫你嘟什么嘴？我饮料倒不出来。我捡到石头布，输的人吃。什么鬼啊？我为什么要跟你捡到石头布？哇，强制欸，这根本叫强制女友。不。捡到石头布，耶，我赢了！来，嘴巴打开。靠，我们又拿的、哦。因为我被酱油砸过。捡到石头布，靠！耶，我赢了！来，嘴巴打开。你根本是看我选什么，你在出什么嘛？我没被酱油丢过。我们再来猜。胸部真的弹得很夸张。当剪刀，让我啊！不能盖在头上。今天抓到窍门了。切切。然后他就这样痴呆的在那边等豆子就对了，戳鼻孔，我操，没反应，我操，真的，我，爸爸，起来皮康体，结束，什么？我靠，掉了，他竟然说赚到了。
这个会被雷公打的，会掉在地上的时候撞到，前面雷公劈你。跟你讲，打雷的时候不要走我旁边。终于全部吃完了。干嘛干嘛？我闪边。再来玩点不一样的吧。哎呀，你拿我怎么样？那我们来挑战一下弹额头好不好？不过，如果我输了，可不可以不要弹我啊？为什么我就要让你？那我输了就亲你一下，这样啊，这条件还不错。嗯，我怎么觉得他又会堵我？哎呦！你根本随便应付一下嘛，没诚意、啊。那我猜那个剪刀石头布，该不会带出剪刀吧？剪刀石头布。耶！我闪！靠，我看到内裤了，你不会害我频道被 ban 掉吧？我靠，小姐裙子也太短了吧！老公，你有没有看到我那封信？啥？信封的，上面有这次同学会的地址。你在哪？怎么不见了？你问我问谁啊？好像放在书柜那。看自己乱丢，你问我，我不是你吗？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。所以呢？帮我找找好不好？奇怪，我好像真的在倒数。到哪里去了？啊 ！Nope！ 这书还会抽不出来的。什么狗仔开妈啦？你在看什么鬼东东？一个头两个大，哇哈！这你要吃啊？这你要要人怎么找啊？我操！哪里有红色信封啊？什么年代了？大家赖传一传就好了，你还在找信封？哇靠！哦，找得我头好晕哦。是你的同学会，有这我的同学，哎，真的有反应呢，吓死我了！这是什么鬼东东啊？哪里有红色信封啊？上去上面看看好了。这根本就比小偷还要累啊！靠，哪里？这个，给我靠！我都。唉，难得好料出来了。耶，找到了，太好了。耶、yeah ，你太好了，这么认真的帮我找到了。那我先走喽。然后找到了就把老公丢在家。拜。然后我是不是留在家里面整理这一堆就对了啦。Son of a bitch！ 嗨，这里是廉价郎。本次补片集的女友，各位观众还喜欢吗？若不满足想看另一款女友的话，请留言告诉我，也别忘了订阅跟分享，下次就偷偷录给各位看，期待下次见啦，拜啦。